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在这里为您现场直播第36届同理杯中国围棋天元站啊，今天是半决赛了，半决赛对阵的两盘棋呢，分别是柯洁对谢柯啊，那边是芈玉挺对陀佳希啊，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曹大元九段，曹老师您好。哎，你好，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啊，这个天元站历史悠久啊，应该说都36届了，曹老师。是，几乎可以说是杯赛中历史最悠久对，是的，没的。错，而跟他同期进行的，是名人吗？对，名人啊，赛，《名人民人日报》举办的名啊，人对赛，对，这，那么目前的这个天元呢是顾子豪，嗯，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半决赛，然后明天决赛决出来是挑战者对，啊，向上届冠军挑战。是向顾子豪进行三番棋的挑战。嗯，啊，今天呢，我们看到的是这面是比棋赛是，画面，对，柯洁他这盘是网赛，因为这个谢柯没有在北京。在杭州，在杭州是棋的，院去，嗯，是在杭州棋院进行对，的。另外一盘是面棋，就是芈玉挺对陀佳希的那盘。对，这个是陀佳希对芈玉挺。看昨天芈玉挺的这个棋下的状态还是挺好的。对，这计是，算力有点可怕，我看着。这是陀佳希，是的，陀佳希是这4名就是半决赛的选手里面年龄最大的一位棋手了，91年出生了，他是。好，那我们下面先来看棋吧。好，先。这给大家介绍是柯洁对谢柯的对局，是的，谢柯执黑先行，执黑。对角，这么一个对角。然后黑棋挂一个，白棋下了白个一棋一尖尖低低加，加是。这个最近还是挺流行的，下的还比较多，应该说。对，柯洁比较喜欢。是吗？对，柯洁最近下一尖低加、一尖高加，这两个加都下了很多。他的最近就是下个错小目，然后守个那个高跳，拿黑棋的时候下的可多了，昨天也是那么下的。对，黑棋现在飞压。飞呀，然后白棋就冲断了。冲断，对，现在这个也是流行定式了。对，曹老师，这棋如果说白棋爬这个，是不是觉得有点不满意呢？这样，有一点不满意吧，因为爬完之后跳出去吗？还是飞？我好纠结，对，可能飞一个吧，因为觉得跳好像是不是被压两下不太舒服，对这飞个主要字，是这个，跳的话，这里有一个顶，就顶这个是对，吧？有个顶，也挺不舒服，好像下的，是，有个顶，它就黑的能有机会就地生根了。那么飞呢？这个顶是没有的。好像也不是绝对不能下，就是这个子没有的情况下是有这样定型的。那么，其实也蛮简单的，要判断这个棋形能不能成立，就是关键点就这个，白棋的这个子在不在位置上，是吧？这个可能就是夹的稍微紧了一点。对，好像觉得这是不是太近了？李黑棋，太近嘛，当然他一个近，当然就是他是双刃剑，自己也容易受到伤害。不过呢，他对对手他的压力也会大一 些，没错，没就错，是这样的一个棋。这个棋，这我觉得啊，就可能不能说白的绝对不能下，也可能这可以个试也试，这个就是力量，如果力量大的白棋的话，这个棋它也是会下到这儿回头试试的，可以。对，也不是绝对不能下，对，是对。的，是的。不过柯洁每一次都是冲断，对，我好像很这个少棋见形，到有爬底下的这棋。对，是的，就就是一尖下的时候，或者说是职业高手的话，几乎没有爬对，是的，白棋都是冲断这个对，冲断，并且，也都是下成实战那样的定型，对，是的，有一个，对，然后白棋小尖。这个尖是近2年出现的下法。
以前都拐打，比如说，这样。以前是拐打或者飞，飞，或者是搬起来也有。对，是的，嗯，这个搬有一阵是相当流行，嗯，是。那个时候搬一个的话，对，嗯，那黑骑虎吗？那只有虎。对对，然后怎样？嗯，就是这个图形就让我想起来，就是我们在80年代中日围棋擂台赛的时候，在邵正宗对小林光一对阵前，我们就是中国围棋队就是猜这个变化，猜的当时是比较透彻。哇，就是因为小林光一历史悠久，就是说特别的喜欢下这个黑棋，就是给他准备了一个小套子，但是到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就邵正宗临时变卦，是吗？突然觉得什么地方觉得不太对，嗯，变卦，这样子，对，那还挺有意思，嗯嗯，当时想着主要是这个变化，这个的后续，对，我就想问曹老师，这棋是不是煎出来的？就是这个变化。但是现在煎出来跟征子是不是会有些关系？有关系吗？你说的是这个吗？没太大关系，没什么关系，我觉得，是。我记得好像，我印象中是什么？就是靠，如果靠的话，它是走什么？团一个，团一个，团一个就有搬的起来。对对对，留个力，它就有搬出来了。是。当时是这个变化也可以，也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变化。是这样的。对，不过呢，后来实际上这个图形啊，后来在经过深入研究之后，几乎好像是被推翻了。跳这个就是这个可以跳一个，跳一个以后，这个顶过是非常实惠的一步棋。对，是的。然后应该说黑的只能二路尖住，不能让它过。然后白的应该就这么下，其实就能满意了，就也不利，就算政治不利我就利。就立这个呀？对，是这样的。你搬我就接受。接上，你接上的话，他就跳一个。就这个就是这样，就白棋就不错。是吗？对，就是脚就犯了，去了黑的就两边都能走到。好像要走这个的话，在我的记忆中，黑的要走这个，可能这个还需要再压一个。不压好像有点问题，不知道我已经搬出来，可能跟这边跳加年代比较久远了，我是没。就是忘了具体哪个，我就是哪个变化也是压一个，我记忆中是这压一个怎么这样，就黑的只是吃一个小脚而已，是的，对，大概也就是这样。对对对，比如说是以后这个接还是挺舒服的，白棋是的。因为这图是白棋不错，就是说这个图形啊实战是有下过的，就是黑棋为了争着在局部争的先手，有过这个绝对的下法，搬了冲一下。反正机会可能也难得，就这个地方就给很多棋迷介绍一下年代很久远的一个变化。以前的下法，这个黑的先搬了冲，然后再加，就是让这有个让白棋要补这个断，怎么在这局部能争的先手？不过总体上这个图也是白棋比较好。黑棋这个脚控太小了，十几目棋而已。白棋两边都走到了。对对对对，你如果不走呢，那你是后手，就是单走这个你是后手，这个就走不着了。你再搬冲，人家不会要了这两个字。就这样。是的。我这个图，总体上来说，好像黑的还是，就是说这，就是白的搬起来的话，可能还会有一些别的变化，是我后手。是的，对。但现在原来定制是这个，这个也不是说就不能下。跳下去，我看他们下的特别简单的，曹老师他就这么冲了一下，对，还是就冲了，就冲了，然后冲完了飞出去。这样就白的好了，是吧？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就是白的好了。对，就这样就行了。就是这个图。飞出去是吧？最黑的还要跳一个，大概是要走一个，走好像太薄了。对，这一下可能不用压了。那就如果这样一来的话，对，这可以少压一下。这个搬起来有没有可能黑棋直接断就黑的就不错？会不会有这可能性？断这个，对，有可能，因为它
这棋这个压你基本上是先手，你攻不上，你打了街上他压一个就把你吃。黑的也蛮实惠的，这个定式现在有些新的变化，所以白的现在这个压扳正已经不多见，很少很少见。对，我就见不着这个下法。那现在都是下在这，都是小尖的。那小尖，小尖是现在是效率比较高的一种下法。它这个小尖唯一的缺陷就是这个蓝边的时候下面是。担心人家飞一下，他甚至于更凶的，也许有些场合下他有点小尖，但是飞一个黑的也挺舒服了，是的，就是这个是漏一些，但是对上面的话，白棋好很多，这个也进来的一个定式，就是黑的可以去跳一个，然后白棋是不是赶紧挂这个小目角？对。把这个小目黑棋选择也是很实惠，拖了退呢，就是黑棋的用意呢也是很明显，就这地方你补，就这棋双方都是有一个判断，就是黑的可能不太怕白棋这么围个空，是的，这个结构怎么看也不是很满意的样子，好像。但是也谈不上很不满意，应该是这样。这棋它的缺陷就是这条被它压起来的时候就没法硬了。难道你投软了？对，不能搬了，可能就不理了。不理的话，可能这地方味道也不是太好。挺讨厌还。就是作为黑棋来说呢，就是有这个判断，我不怕你围这个。如果黑的觉得白棋围这个效率很好的话呢，黑的是断然不会脱退的。是。当然黑的这个想法也得到了白棋的认可，所以白棋的下一步是下了这拐，他是拐，他走这个还是依然是个很好的一个点，所以他拐过来，拐了之后是那我想这个局部来说，黑的是没法再硬了，不可能去搬了长，这个被白棋太便宜了，并且这个地方，这个太凝聚了，此效有点差，所以他不就是白的拐了之后，这个地方就双方应该就告一段落了，就不会再下子了。没错。不过黑棋还是可以考虑进去了，不是进到这都是不错的点。或者说也是蛮紧要的一个点，黑的现在是抢先点角，爬一个。长。它是飞的，飞，它是飞，对，它是飞的，飞顶了扳，这个也是定式，常见定式，白棋，白棋现在上方的话总是一个焦点，在我看来，这白的也不肯围，也是，不知道围哪，是吧？对。这棋就是这样，你如果说中间拆一个，那显然是很不甘心的一件事。不甘心不也是大，是时间也是大。然后很讨厌的是。不在我那拆。对，就是。就是都有想法往这拆，不过看着也别扭，也不是很好的一个棋形。那待会人家就搬粘一下，你还也挺难受，我好像觉得。对。像这种像话吗？这个。下得高一点。这个不是，这个不知道好不好。真的也不知道好不好。就是全部控的话可能效率还可以。现在是黑的是也打落一下这个。对，他先走的这项。就是这个棋形啊，因为柯洁下的比较多了。在场合不同的时候，柯洁下过这种碰的。就这个没有。是的。有碰的。也是有碰的。现在他是下的这。然后。再挂在这里，对，这个白棋是寻求比较快的步调，白棋压，这个压现在很多场合下是人工智能的一选，对，靠压下，对，是吧？以前的话，这个压被我们称作是浪子棋定式，是吧？比如让四子以上的话，经常会这样下，一挂星位就压了长。尤其是人家有中间有子的时候，就是经常对，因为压了长的话，其实变化挺简单。这个棋你长我就挡住。如果这样的话就挡住。他就作为被浪子的这一方，很容易
保持局面的优势。嗯，实战这个谢克现在也是下这个压，不过现在这个班可能不太好，帮黑棋走棋了。对，所以白棋直接就点角，点三三，点三三在这儿啊、这个下的还是有点意外，稍微对，稍微有点意外，不过也是看方向上也是挺不错的。嗯，因为我们看了黑的下一步就是认可白棋这个下法。对，假如你不认可的话，他应该虎下来。虎下来呢，跳出去。跳出去也可以，跳出去。跳出去。对，是你这个冲到哪里我就吃哪里。是的，是这意思，反正是。这个白的方向是不错的，这个所以黑的实战是挡在这儿，挡在这儿呢，那黑棋这个点应该是能够达到了就是目的吧，可以说爬过，接一个，接上，这棋也是双方也针锋相对，这棋形也是一种信念，这地方职业棋手都是很有信念的，即使挖也是可以下的。挖粘啊，挖粘白的大概是粘上，应该是接上、哦。是的。还有一种可能性是长，可长的可能性不太大。啊、哦，头软的，对，断了顶也顶进去了，是多半还是应该接。就这个棋形呢，他非要接在这儿，就是但白棋作为白棋是没有选择的。他惹这肯定不肯，不但白黑棋少进气，还是黑对黑棋来说还是一个很好的一枚劫材。所以他总是是要接的。他是希望下成这样，他搬。黑棋搬。白棋是走到这儿了。对，他脱先了。我是一直觉得上边大，我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这个想法。可能棋友们也会这个想法，就上边白的能成功是挺大的。但是呢，作为我来说呢，我就不知道白的为哪。我推荐的点也许这个。挺头痛的这些事情。但是可能柯洁也觉得比较为难，不知道下在哪里，索性就没下，就往这下了。是吧，实战就这么下了。事实上这边的定型它是挂了盖了压、倒是看起来像点白棋点三三挡，然后它长了、对对对，长到这儿。一直在爬了好几个。是的，我就在想如果说它直接点三三的话，曹老师它会不会比如说它就搬了连扳把这两个子吃了呢？也有可能。因为这边另外我是觉得啊、白的好像比它直接实战结果比它直接点三三好。对对对，它应该是这个结果。它这样爬了两个的话，白的总是还可以，是的，不亏。好像白棋赚了一点。多了几个。因为就是说你这么如果这时候被黑棋扳住了，白的非扳不可。这个时候被黑棋扳住的时候，白的就可以脱先。这是白棋多爬一个它所有利的一个地方。对。是的。对。现在它是断了这个。嗯。这个都是常见的定型方法了。打吃。当然这个口收住了，这个断点就厉害了。对。反过来黑棋就需要补一个。他打吃他也没提，他就直接补的。对。在这儿。但是白棋就把它提掉。你既然不提我就提了。黑棋吃。黑棋吃呢，这个地方白棋是脱先的。这个也不是随手打掉，这个打是有熟手嫌疑。是的是的。现在因为以后这个局部啊，白棋跳有可能是先手，因为这个打非常香。这个急。它可以拖进来。对。你如果团这边我就可以铺这个。都有结。反正总是有结的。对对对。并且它比较恶劣的是什么呢，这个地方对。就是现在你如果走这个我可以不理你。这还是个劫。你不理你根本走不活。是的。所以这个地方呢千万不要随手打掉它。打掉它黑棋脚步就很干净。它先保留一下。然后白棋是守了一个，对。立下来。这个也是比较冷静的，因为也是间接的也照顾到这个子了。对。就如果这一带什么都不下呢，黑棋这个扳接很大呀、很大，对，扳接白棋要从这里扳，扳，对，这个是虎和利两个下法都有哦，对，
这里面好像还有很多的讲究。对，有官职，如果立的话是有手段的，这个就是点。点它如果说弯住，那只有弯住，不弯住它像什么？哎，只有弯了我可以跳。跳一个。对。然后，假如说它接上，接上我就挡挡一个，这已经接不上了。有问题了，对。对，是的。就是你大概只有破了，是我就接不归。是的。对。这么你不接嘛？你可以走这个，这个其实它也有棋，也可以爬一个。对啊，这一爬，反正这里面的木是很惨了。你如果立，我就再一段。啊，木有点惨。当然，作为摆起来的时候也可能应该这么下，因为你吃我这两个子的时候，我这个是个硬腿，而且是这个一路是硬腿。对，那么这地方局部还有一个做活方法，就倒补。所以我刚才在这纠结，倒补是没有，我到底是虎还是立的？是，它都是确实有所纠结的地方。对，但是就不管虎还是扳，这个官职都很大，这个扳接以后都很大。不，我觉得这个情况还是大家很有可能碰到的。对，碰到的。就大家注意一下，这种棋形一立它是有点的跳的，而不是你就搬一下被人家一立，对，啥也没有。对，跳它有官职便宜。里面什么也没有。是一个一种选择吧。它现在立在这。是的。然后黑棋打入了。打入了。这些地方总是要动手的吧？早晚。这打落也相当具有那个进攻性。是啊，他逼得这么近。是。他就是要夹击你这三个字，他觉得你没有好这三个字。对。我觉得谢柯的棋也是挺有特点的。是。非常有特点，我觉得他可能，他的想法不太受束缚，就是说，我们印象当中可能根本就不能考虑的招，但是他会把它下出来，而且把它可能有的时候会成功，这也是一件很神奇的事儿。是的。比如说有一次我看到他打了一个缓四气劫还是缓五气劫啊，然后我后来看了一下，他居然快成功了，虽然说最后没有成 成功，没有成功，但是我觉得很有可能成功。对，缓气劫比较著名的是，那是几十年前了。哦，林海峰九段赢徐文初九段赢。哦，是吗？那个缓四五气可能还以上的。哦，他把他打爆了。打爆了，最后是逆转胜。好像是富士通杯吧。这不容易这件事。那其实过程挺有意思的，就是，林老师已经在收官了，就没有他没这个想法，他是没这想法，没这个想法。那个徐文初也跟着收官，那突然又回去又打这个劫了。打劫的时候当然还是徐文初没问题了，但徐文初还掉以轻心，想缓那么那对啊，根本就无所谓，结果就形成超级大转换，被打爆。对，这个是一个围棋史上的一盘名局。因为这个家，这个点。不是，感觉不是太好，但是也不知道就是，白棋应该下哪里，因为这棋正好凑黑棋，这个二路跳完之后，有这个靠的一个好点。对，他这靠在这儿，这个棋形刚刚合适，好像觉得，这白棋你这不长吧？你被人家唬一下。是，所以长也不太多，也有可能是走在这儿好，也有可能啊，走在这儿。对。走在这儿，如果说黑棋跳出来，跳出来是因为就白棋有就地顺根的棋，就一加我，加一个，我有这个加，你会不会二路跳？这个跳也是蛮奇特的，也不一定好，是吧？我也可能直接把你盖住。这个是灵机一动想出来的，有没有这个加？就是说，因为实战我觉得黑的这个棋形有点舒服的，压在这儿。这个也只是就是一时的感觉，真正怎么样不一定，说不定白棋这个也蛮好，就是这是正解。现在这个怎么办？没办法。对，这个得搬起来。他是虎刀一下。对，虽然说人家有个虎，但你也不能乱长他一下，就长他一下好像也不是什么好棋，看起来。跳。白棋点。这个下的比较狠。
他就把黑棋这个两个字算作是你的权利了，嗯，然后我就点到这，点在你的腰眼上。哦、对。那尤其你这两个还没走着的情况下呢，这个点可能时机更好，因为我走着了以后啊，我可以跳。跳夹在外面。啊、对，你没走到的话，我就直接就回来了。哦。这个还是差别很大的。所以他不让你先虎一下，在你虎之前，我就要先点你一下。哦。现在黑棋肯定唬不着，唬人家断打了，绝对唬不着，这断打怎么办？对，嗯，所以黑棋就直接想办法在这边处理了，出贴住，对，压，哦，行，压一下，然后再压一下，嗯，再压一下，白棋也得长啊，长，这个不能被唬住，挡住它，再接上。这个棋对，这个接也实在太大了，因为不接呢，这一带，嗯。下哪里这也是个问题，因为不管下哪里啊，就不管你这里这个都是，其实这我觉得都没什么，不见得是干净，就是比如说这个吧，但这个实在太愉快，是的，嗯，你还是走这个好意思吗？我走这个我是担心我没吃掉，是有可能没吃掉，因为他有靠了段，待会这个是先手，而且他有靠了段，对，那么这棋可能是不是在这里好一点？嗯，就很讨厌。啊，也我也觉得不干净，不干不净，反正不干净，觉得。不过这个已经很大了。对。嗯，所以说黑的还是不敢下这个决心，还是下来。下来，那么这棋白棋也必然还是要出头的。跳出来。嗯，跳出来，黑的应该是压这个吧。嗯，黑棋断一个，先断了一下，在这儿、嗯、考验一下吗？这算是考验他，是直接唬他？对，他是觉得这个来不及吗？不，他是觉得这个来不及吗？是直接唬你有可能有问题了，直接唬被人家断掉了是吧？对，有可能被断掉，就是吃两个就算了，我就弃了。对，嗯、是有可能被断掉，确实有可能。那他先断你这个，就是为了先手胡打一下，是这意思吗？那是可能，那他可以单战，可以先不走。嗯，你如果有机会走这个时候，我再断了。那肯定总是对吧？黑棋的权利。那他现在就断了，那就下的比较干脆。对，嗯，那是爬贴起来，嗯嗯，先跳，这个打一下，然后先走这个。啊，这个还没打，嗯、对。然后胡打一下，胡打一下，嗯，这个也有帮白棋出头的嫌疑，这棋，因为黑的，嗯，不，他可能想的是，呀，那想的是有连贯的棋，就这个把三个差不多吃掉了，是吧？接下来也没有完，应该也没有完全吃掉，靠还是靠出去。就举个例子说，他走在这儿的话，靠一个我长，然后再搬怎么样？靠这个啊。哦、他可以坚持出去了。哦，坚也走出去，走出去是吧？想出去还是能出去？他能说不有点苦了。嗯嗯嗯。我、嗯嗯、怎么这边有点？这两个棋形不是比较那个，比较生动一点，黑棋可能效率高一些。嗯、这种呢效率可能低。他吃掉三个确实是吧，就是这个方向是正确的是吧，嗯，我不太确定这件事情。对。因为我觉得被白棋挡住，白棋这边的配合不错呀、嗯、那么黑棋打入的目的就是他把这儿的空破了，然后把中间三个子吃了。对。嗯，中间稍微加强了一下应该说。嗯。接着往下看嘛，看看他们接下来是怎么。哦，这是战斗了。其实的话，他实战这个下法，我觉得，嗯，就是黑棋也有可能会落空这下法、嗯。他现在终于打了，打了可以跳。对，现在这个对白棋纯克白的，是不是也是挺舒服的？我也觉得是啊，我觉得，嗯，黑棋的方向真的这样下是正确的吗？那他还有手段。嗯，是不是他还有些碰啊扳啊这样的棋呢？嗯，或者如果简单的长一个，我觉得黑的挺无聊的。嗯，是吧？这棋是，可能他觉得你要攻这个也不怎么攻得着。他觉得逼白棋打这一下，他还是有些收获。
然后这一带也不能让白旗这么轻松的围上了，就是、这一带他有这个旗，他要搬下来，嗯。这个他看见啥呢？这个、我那个监过呢？哦，监过呀、啊。挺委屈吗？嗯，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，他是打算立吗？立这样合适吗？那段你还要补一个吗？这地方？这肯定得补一个。这补一个，我补一个，你什么钱啊？拐呀、啊，可以。如果能拐的话，那合适了。好像也许不硬被拍进去，那还是不一样的。那我、嗯、不，那我这个拐的话，我倒是可以先拐，嗯、是有可能的。对，那就是先拐一个吧。拐我现在是要藏的，我这个没也被你打了打。对对对，我要藏。那我就立下去。这个有一个立就行了吗？行不行？我看着我有一冲断我。打了，我看着好了，好像也不太行的样子。也不一定行，是吧？嗯，你得出先，出先的话，你走到这儿，对，有点晕。但是也不一定不行，但是这样吗？还是这个？这个能不能行？这个好像看起来不太行，那还是这个吧。看这个就先看，对，看一下这个。你这个我冲过来，我就叫到你叫吃。嗯，好像看起来也不太行。那黑棋是个什么状况呢？哼，这也够拼的。如果这样下的话，也不一定不行。这样我打了打拐，打了一拐一个就行。对，拐一个，这有加吃。嗯，看着这个一吃也把你吃了。难道这底下还能就贴一个什么跟他虎下去跟他那边站吗？我、嗯、是那个是太需要站立了，看不清，那个太需要站立了，好像看起来。对，这边倒是，如果说真的要他要这么站的话，这我挺佩服的。这打在外面对吧？这有点、站的有点就打跳还是打打打了加吧。对，打了家了、嗯、你看这样行不行？能把白的都吃掉吗？我不知道这件事，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没算清楚。也不见得不行，不一定这件事。吃掉黑的肯定行，因为黑棋这个顶一下就过了，可以过，顶一下它就会直接过了，根本就不是打劫。白的可能也有负担，也有点凶险啊，不一定这件事。嗯，那这个扳很厉害啊。那如果说能这个图能实现的话，那他白棋挺麻烦啊、哦。对，所以白棋实际上是冲在这儿。嗯，他不敢下成那个样子，不知道是担心黑棋有什么招法。嗯、对，可能就是担心我们刚才摆的那个图。白棋就走这个。嗯。打吃。打吃。黑棋长。嗯。那现在白棋还藏在这里，嗯，这块棋也不会有问题。现在对对，他总是要做活的，黑棋夹在外面，嗯，搬过了，嗯，下成这样，嗯，告一段落，嗯，是这个黑棋外围呢，半封锁，对，半封锁状态，嗯、这个口封了一半，是吧？嗯。黑棋点一个，他就从这边过来。嗯，啊，就是说我这边虽然让你度过了，但是这边我要点着，对，把你至少把你照进去。那中间，哎，他还这里是先打啊，先走了一下啊，先打一个。这棋是先手，嗯，他也那个白棋受不了，要踢掉，然后再飞。嗯，这黑的也是马马虎虎的棋形、嗯、啊，这样实战像是这样。好像我刚才看了一下胜率还挺接近的啊，对，棋还挺接近，看起来就是挺接近，虽然没有做仔细的判断，但看起来这棋形双方挺接近的，嗯，并没有哪一方好像占了大便宜了，也没有这种。这个地方其实白棋现在是出了拐，其实能够把这个子能够比较好的处理了，嗯。
那这边，这边活的，反正能活就行，能活，是吧？肯定活，是。就还活的不算太差，啊，也就是说你走这个的话，我是有断的吧，对吧？对，有个段，你不行，这这有其断，实还这有挺断，麻烦。所以你走这个的话，我还可以接。是的。你这有断点，这有断点，这有断点，那么你走啥？好像也还挺讨厌，确还实挺还讨厌。是可以。是的。哦，他现在是搬了一个吗？他现在就实战就直接就搬了一个，还是跟着他单走搬啊？一个，是。他是还是怕他这么来收？这个收其实也还好呗，我活就是，我都不觉得这个很厉害，不黑棋不知不道是能不很厉能害，挡下去。挡下去是吧？倒下去，我有个虎呀。你我一个，搬了我这个是先手，你总是出问题了吧？是，我也觉得不太行，看着先好生像也看还起好，来不过先搬一个不呢，行，我觉得。倒也不亏，反正他的棋形上。翻一下，他是不是觉得黑棋会应他呢？他黑的是硬在这吧？他不硬了应吗？了，没硬。他不应了，他得把这块挡住，这个挡住还很大。哦，这个挡白的可能还是应该刚才可能处理这个好一对，还挺灵活点。下的。是的。然后白棋在上面，现在动手了。可能在黑棋在柯洁的眼里面，你这都不是空。好，他先打了一先下。打这个。是。那这断是命令型的，黑的只能在这里硬，否则这个打出来了。是他接上接了。上。我这个地方应该接上的话要处理一下，可能白棋要处理。白棋点这个。先点刺一下。这个黑子好像没信心接吧？这个挑战意味浓厚，但是白的黑子应该不会接。黑的是我们看了黑的实战是怎么下对，的，他打吃，然后打吃在这里。这个棋呢，它长好像没什么特别意思，接它在可以上接面在这是里。接在这里好像白的也不敢轻易的。吧？这么吃，因为他吃这个，这块棋就活了。对，然是后的，吃这个，他有一个很不好的地方，就是把被人家黑虎棋一个这个先虎手，先手，这搬一下，脚底有点问题，这死是活个的话，很典型的金龟对，脚，是这个不的，叫金龟脚，叫什不，么锦带钩，这是，对，对，是吧？口误，这是锦带钩，然这后是个是万个年劫，万年劫，的打吃，这还得立一对，这个是教科书式的，当然你如果说。你觉得那什么，你也可以脱先。这个时对，候就是就还是有个劫，对，脱先的话就成景气劫，就是这劫，样是个万年劫。这万年劫也挺讨厌的，对，你解消不了，是的。所以这棋白的不能轻易的长，白棋实战是断了一个，这个棋。看得我眼花缭乱呢，眼花缭乱，都是这个其实像是一个棋形，我觉看得出啊，来是吧？跳，你如果接上，不知道这柯洁愿意不愿意这么下，这个打也特别损的。但是白棋把这个子吃掉，棋形也很美，出头了。不过现在这个子好像没用了，走的不是地方，是对，我觉得黑棋这一串的这个目的，就是为了化解你这个点吧？但刺是的白这棋这个无点，敌，就是如果真的是是，不发挥作用的话呢，对。可能。就这个就会是个问题手，那这步棋可能就废了，就放在那对。现在实战柯洁是断了断一一个，个。那白的黑的很愉快，就在这里打吃一个，是的，现在他又脱先了，他又不走了，他觉得这边反正我只要留有活棋就行了，他把这个粘出来。那黑的外围也比较厚了，这粘出来我们看他的实战好，啊，拐。搬住，搬住，他先断一下，就先这个断。是为了让白棋下重，是因为的。现在白棋增子不利，对，只能那只能长，长，所你以打不死人家。白棋下面叫吃。现在黑棋
飞这个，飞一个这个骑行呢还是继续的要瞄这个段。反正我哪天如果让你粘回去，我觉得白棋就成功了。如果不，我觉得你现在黑的粘回去的话，这个棋胜率肯定白的，所以没法看了，会高很多。对，没法看，一下子就。所以这个低效率的棋肯定是不能下的。白棋的目标，人生目标就是让你粘回去。对，不过现在白棋如果把这块处理好呢，他全局的实控还是可以的。对，他现在已经把这个，你这个地方不是要成控的，我都已经破了。那这地方怎么攻？会攻在这种地方？哦，没有，他下哪里啊？他先提了，去哪走了一下，先急打了一这个，急打这个，粘上啊，这个打的还是便宜的，然后把这个提了，嗯，它长一点，接上，接住，对，那个白棋果然不敢这拐，对，考验你，没火他吃了，嗯，干干净净先把这个活了啊，黑的还是回收到这里，这里黑棋如果通过这个进攻。当然第一目标黑的是能把白棋歼灭吃掉最好。嗯。然后吃不掉的话呢，这一带能成控，黑的全局的实控也不差，可能也是。黑棋挺灵活的，这棋下的，我觉得。现在刚才下的现在就是说黑的似乎啊，他的那个回旋的余地比较大。对，是的是的，就是感觉上他左也有可能这个成点什么。白的怎么办呢？也是不是也这个靠出去啊？白棋往这儿冲了一下。哦，冲。嗯。冲着了。这下冲着还是便宜。冲着得靠着去。嗯。那么黑棋如果挖呢，是白棋就走回去吗？这是一个步调吗？应该他肯定不能这样。对。毫无疑问，大概是这样吧。嗯，是这个意思。然后黑的再吃。嗯。那白的再加。这图还黑的不成功，黑的不成功。黑棋中间都被破掉了，那他肯定不乐意。所以他不肯走到小地方去。黑棋先搬了一下。他是看是要这个走作为先手吗？那白的总是要打住啊。退缩的话太委屈了，是吧？再没有。接上，他要考验你一下，你肯不肯应我？印尼他的死活出问题了吗？没有，但是这边可能会不一样了。这边好像不太一样。他如果再挖，嗯，再他接上了，然后再加的话，他是不是急打要长出来了？他有个一路硬腿就不一样了。他就是白棋这里没眼了，对，做不活了，好像不太一样了。这件事情跟眼位有关系的。嗯，不过他是有可能走不着啊。嗯，白棋就不硬。时机也挺难掌握的。对，白棋搬这个。嗯。黑的这个子应要长出来吗？被盖死了，会吗？嗯，好像是被盖死了。好像也没有盖死，挖一个是吧？对，这样也正好没被盖死吧？刚好差一点吧，觉得。对。这个，然后他单挖一个。对，挖一个，挖一个走了。那不行啊！挖一个完了，走这个了。对对。所以你这个应该走在哪里？这儿被猴出去了。走在这里。不，他好像可以挖。单挖吗？嗯，不是，我在街上你跑不了好像。哦，街上就跑不了了，街上那我就挖一个。不好跑。挖我吃你。是我是说拱完了单断。啊，这样吃我是不是也不便宜呢？我在外边收一收，两气一收。那就不知道。这样可能也不便宜。对，这样是不赔，他跑出来，因为你这个脚底根本还没路子呢，他没跑啊。是的，我还是想跑啊，想跑，跑出来是吧？这次想跑，能跑还是？跑出来还是挺大的，我觉得。因为外围黑的都厚嘛，嗯，厚的话，这个又带着木，可能还是先手，嗯，他现在吃这个，白棋把这个补了，嗯。
黑的这地方还欠手棋，没有吃干净。嗯，黑的还得捞关，这个是捞关子，飞一个。嗯，这样的话怎么样了？这局势？嗯，这个样子。我看着黑的没有刚才那舒服，刚才攻在这的时候觉得很黑的，嗯、就是又可以攻他。嗯，然后这块棋比如搬接，就是当时黑的有很多种下法。攻他的时候，第一首先首选是能吃掉他最好，吃不了，我通过进攻出来空为大，我也可以。然后我搬接是先手嘛，然后觉得是先手，那么我对你可能整体的压力会比较大。嗯，那现在看来的话，这边的话所有的有意思的一些下法都没有了，后续的进攻都没有了，白的还剩不少空，然后黑的就是怎么说呢，这等于各种的想法都回归于现实，现实就吃了这个还没有把它吃掉，万一被白棋这个劫打赢，黑的可以说一无所获。对，并且吃掉的话黑的空也不够多，这个地方吃的还挺，你吃的话你这个你没走着啊，这个就被人家先生走了，就你又不能补到这种地方，这种地方都没补到，你要补最多就是爬一个，对，要不就提掉，反正就这两步棋，就是要补在这里，要不然补不干净。所以现在黑的也不补，就飞一个抢空去了。那早这抢空的话，我就抢了这个了。我觉得是早就黑的就可以抢了，不一定要现在抢。等到今天，对对对，不用等到今天这件事情。那我们来看后续，嗯，这个就是个劫，这个劫反正白的白的先打着呗，不打白不打，反正先打着，提，提掉。嗯，然后白棋虎一个。目前看起来，黑棋的劫财也不觉得他很有利。嗯，这是白棋的劫财，挡住，提了，提过来。那他劫财是不是这个是比较顺便的点呢？这个点，长一个。啊，当时就长掉，顺手劫财，长还行，反正他不算很损，是吧？对，不算很损，损一点。这被白棋打赢了是损一点。是的。然后白棋搬了一个，这个也是劫财，肯定是的。这个要不然被一爬，局部就已经白棋提过来。是的，那黑的应该找这类劫财了吧？这个劫不亏了。跳一个是找这，不，他先提过来，那黑的。对，现在白棋提劫，然后黑棋跳一个找劫，挡下去，挡住，然后黑棋提劫。以后这地方就是个弃子了，黑的还可能也还可以接上了，对。粘上他能靠吗？不靠的话，走完我这一跳，我能长气啊。他有问题的，可能他只有景气，那我也能收一些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那还可以。图，这是白棋的权利。然后，提劫，黑棋接上，白棋算了，提掉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柯洁觉得自己还可以了，这样变成了转换，下成了这个样子。这个棋，黑棋不能跳这个吗？现在就是有问题。他是挖一个吗？这有可能有挖。好像是有。挖一个打完了几棋掉。立完了一路接。立的时候他怎么顶你、这个、顶我断你。那就吃这三个，那还亏了。那亏了。哦，他有挖。对，好像有个挖的手法，这这样。嗯。你提的话他先立一个。对。你顶不着这下。对，这个肯定顶不着。只要他挤进来不行了，他再走这个。反正我就一路接。正正好走不着。这个小尖是好棋。刚好走不着。对，这个黑棋坏了。刚好差一棋。接上。然后这边四口棋，你尖我一挤从这儿。那不能小尖哦，就是劫就不太大。对，他是一路搬着吃的。是吧？对。不太大。他一路搬。啊，不，他找这些他提掉黑棋，白棋提掉黑棋是一路搬着吃的。现在是该白棋下，那么白棋，比如说这种都是走回来，都是新鲜。对，是的。他先打了，他先
哇，这个是，这个有点吃惊了。哇，这个蟹科，人家打的时候它跳一个，他刚才那被这一挖是被人家重伤，它现在走可能了一他下现就在不是一打样了。劫，这是打劫，就是，这个有点意外，又是打劫。提一下当吗？然这个劫双方都很重啊，白的也没活啊，那、哦、我粘他上吗？就是打这个劫，那我就粘上。粘上呗。啊、粘上哦，能他行，可以粘粘上，上了然是后我吧？顶它扳提掉这样我，的。哎呦，你哦，那不还行是啊，踩一粘次。上不行，粘上黑就坏了。顶我一路一扳，你还是不行。掰一个，啊，我看看，好像就是差一就是不次。行，你提我还是先接这个，你就嗯，坏，那还是不行，那白的只不能提行。掉。那这是啥意思啊？这就是打劫喽，提掉。对啊，是这意思，提嗯。掉。那白棋就提劫呗，提了，果然。然后现在该黑棋找劫，我看看他，这哪有劫财啊？他，啊，这边吗？我怎么觉得白棋都这么厚呢？看起来，四六，六六。哦，他接了一下，这个是个劫财，挡住，然后黑棋提劫，提劫，然后黑棋提这个。就是这个劫要打赢才行哦。嗯，难道这个准备就这么去打了？这以后断是劫财，就这么找了？我这去白棋尖一个，果然曹老师刚才说这个地方你没吃啊？干净，不是，这个现在损是的，他是找劫财才打这个损的，吗？哇，这棋很混乱了。对，谢一片混乱之中。那个谢克也下得很顽强，这一路扳一个。哎呦，我当时就觉得白棋就加入就算了，单加就行了，为什么要打一个呢？我也不明白啊，他觉得那样还不够满意吗？难道说他已经可以了吧？打一个，你既然他想接上，你手他在收，他想收这样，对，对，他就不肯让这一目，这一目之差，得可跟能你较劲。不，他这个那我们这个局面打劫总是我们旁观者来看总是很精彩，是。黑的提，提掉，那白棋哪里还有劫财啊？没看出来呀，他虎了一个，哇，这哇，个，这个棋，黑呀、啊，不理了。接上，然后他把这个断了，我这个突然又沧海桑田了，好像看对，起来。断的话是这样的呀。现在白黑棋这几个子，这两个子，只要这两个子被吃，或者这一团被吃，我这觉得蟹不用下了吧？黑的都没什么便宜。是，他顶一那是个，他先顶掉。顶应该是先手。哎，顶。白棋哪里还有先手交换一个呢？是吗？顶是179、180，哪里走了一个？打吃。啊，这白棋是判断，觉得自己这样够了。如果说你要把这个粘上，我就把这个坚住吧。这样吧。对，是不是挺大的？这这个样白的中肯央，够，我觉得白棋应该白够的了，肯定够，这想个都图应没该想，够了。白的这肯儿定够。是很大，对，现在黑的是跳，白的在提，这个有了，现在打吃有打了，次有了，就是他顶的时候白棋打吃，然后黑棋跳，白的又提回来了嘛，白提的回又来，提掉，这个就变成杀气，唬这个。这又沧海桑田白棋气够吗？黑的走这个白棋气够吗？哦，他有扳，这地方还能藏好多气。这看得有点晕。嗯？现在这其实12点开始，他这走这棋个。都读秒了的话，他们这么快都能看清楚，我好佩服啊！我觉好佩服，好佩服。得。对的，这个地方是要补，这个地方还有黑的，还有毛病。要不然一挤一对对断，对，他都没气，白棋对，这一断。他搬，白棋搬一个，黑棋扑。黑棋扑，什么形状啊？黑看着黑，白棋也挺危险的嘛。走一气两气，白的就没气了，啊？
就是白棋好在是绝对的杀棋棋不够了，棋一先行，他有这个扳，扳完这个是先手，这个对两边来说，如果打劫他有利的话，都是先手，就是还有个劫，是的，是的，白棋他就是扳的，还有救命稻草，这棋下的越来越精彩啊，看起来，这后面这打踢掉，然后打吃，他就问你你粘不粘这棋。啊，粘就是打劫呗，一二三，是吧？就打劫。嗯。哇，这棋很刺激。对啊，就是越下越刺激了，怎么觉得？这个打上去的话，脚里就不活了。没错，这脚里就是打劫活。对，局部就是已经就是不活的。就是换句话说。就是如果是这样的棋形的话，脚黑的已经死了，也是死的。就是你吃掉，我就一接；你脚里怎么走一个，我就把这接回去。是。那么这一走就是一个接活。嗯。那黑的也应该是把这个接上再说。先接住再说。啊。然后他下什么了？他是铺这个，铺这个，铺这个。哦，他铺了一个。铺一个。我提掉。我再把这个提掉。哇。是吧？这棋如果你打赢。接上，这个没有。嗯，我收气，就把你吃了。对，就说他本来是应该从这儿收气，就说白棋可以走这个。嗯，他接上那黑棋得收气啊，要不然收不赢了吧？对，那你收我就打接，我收气都是接财，没错，是这是。白棋是不错的，那么黑棋当然这个地方我看看啊，我们看一下，有劫是黑的是先提，对，那白的要找一个致命的一个劫材，再把它提回来。他虎了一个啊，这不是也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劫材吗？就很明显，你黑棋是掷出来不能死，提过来哦，白棋整个的就不管不顾了，就直接就跟你打劫了，那打生死劫了，那就是打这个生死劫，对，是的，劫材够吗？我这个问题问的我都是不是，我觉得这地方是不是白棋有劫材？好像是，好像是啊。嗯，这个劫，黑棋现在提啊，白棋没断，白棋没断，白棋没断，白棋是点了一个。曹老师，他靠一个，这底下是个先手眼吧？然后这一打是不是有眼啊？没眼。哦，打你就搬一个就行了。我试试。那不行啊！那如果断了一长的话，真的要死。不是，你这块棋都不行、哦、现在。那现在我太晕了。哦，现在白的好像我怎么看着挺有力的，他是点了，他舍不得断。对他点了一个。断的话是不是已经很干脆的就行了？我都有可能啊。不过这个是不负责任的、哦、这么一说。嗯。因为断一个，你家，我都不知道我走哪。对我觉得你走这个怎么走的？你走这个，我是不是就跑掉了？我是觉得他好像吃不掉的，这怎么吃掉的？走这个吃掉了是吧？加一个，他单拐出去。拐着也就是也吃不掉了。好像断更厉害嘛。横着看竖着看也觉得吃不掉的。但是他实在他是点了，嗯，点了完了以后，他是不是还有劫材啊？不是，比如说我退完之后，你怎么活？这个问题问得好啊！不，我觉得他找不出第二只眼，我就靠一个，好像是个先手眼。不，你还没靠呢，你现在。对，怎么、就是、我不硬的话，怎么就是你就先手眼把这个眼灭了？哎，对。哦，好的，这样灭掉。不是，我狠一点，把你这个眼灭了。你不就这个太狠了？这地方你不是假眼，这地方就算你一个眼，好像这个这好像白棋有问题。如果这样真行的话，嗯，是。现在白的提过来，对，看黑的是不是紧气啊？黑的是紧了个气啊，白棋再紧个气，好啊，这刺激，黑棋提劫，嗯，然后白棋长一个，白棋失长了，对，黑的是跳一个，没有像你说的跳的，跳的他觉得这个断是先手，也是个眼，意思是，对，也是个眼，嗯、如果是这断一个先手，那跳着的就是眼了，那白棋就提，对。哇，这怎么突然又成这样了？他下什么了？我看看不是，
白棋提过来的时候，白棋提，黑棋该找劫了。对，黑棋肯定要找一个明确的一个劫材啊。嗯，他去哪儿了？哦，他团打，团打这个，然后提掉，然后白棋把这个吃掉，白棋冲。黑棋踢掉，踢掉，他不管了。那我们刚才说一说，就是说这样白的有很多劫，我怎么觉得要死了？但是现在真的出来了，这个是一个。然后他点在这儿，起，完了他点在这儿。这个，我这怎么活呀？这个我不觉得他能活，我是觉得黑棋死了，打。人家还给你，还秀一下妙手是吧？哦，这个还不一定行，这个是个勺可能。为什么是勺啊？他是可以点，他不理他。他先提一下，他提一下当然可以了。啊，他有个力，他有个点。对，反正我点了，他先跑回来，就活了。哦、先跑回来。对，他粘上。啊，那立也行，一回事儿，立也行，一个意思。反正这只是我立的时候，您也不能再不说了。但是搬接他还是下面有眼的、嗯，但是他有这个。但是人家有这手啊，这基本功还是很扎实。嗯、对，这个棋你走这个的话呢，他可以一加都加回去过了，打吃我就粘上就行了。那就完了，要结束了吧？黑棋就完了，这是被杀了。对啊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个是没有了，柯洁邀了一个这个的杀招，因为他搬街是有眼的，那个棋友们注意搬街这个地方，这棋是有眼的，黑棋这个是先手、嗯，你要破眼的时候，我可以跳进来，这是先啊跳一个，那先提一下吧，还是要不然提了待会儿啊这提粘上，先提一下，你破的时候我就跳进来，对给。一跳就完了，再跳刺，接上提掉，他就接上。你这个眼跟那个眼，两个眼只能团其中一个，那你就死了。底下这块棋，啊，这个非常需要非常扎实的基本。谢科很壮烈的牺牲了这个。我觉得也是，这棋应该是输了。这样，他走成这个图形现在。你看，目前为止到这儿，反正我们的意见是黑棋死了，啊、毫无疑问，黑棋死了。对，黑棋不死，柯洁就要输了。这棋如果不死的话，那上面这劫人家打赢了，黑棋肯定是要死了。基本上可以断定是这棋死了，应该是柯洁赢了这棋、嗯。那这盘棋先给大家讲解到这里吧。休息一下，一会儿回来继续欣赏另外一盘半决赛非常精彩的对局。好的，嗯，一会儿见。嗯。也许